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四场拜仁主场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四场的话，由 City 万事诸侯、奢侈社和绝版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边十分的感谢。那么今天四局的话，主要是一些装身份的局，当然啊，一旦涉及到装身份的话，肯定最后有一些打法啊会引起争议啊，我们来挨个看一看就知道了。第一局的话，先看一个比较轻松的装身份啊，这一局，主攻大嘴啊，我们是一个六号位中程。那么这里中程的话选李典，其实正常意义上来讲啊，我们李典的旺系和主攻大嘴肯定是一个先配到合的玄打法，妙，对吧？那我们看看先这一局如何发挥到吧。暗河那起么小草，乔应该来说啊可不以见配手，合，其一他一杯些宝国剑，泰反而偏反一点，一周杯泰的挡话家，到时候再说。结果小乔上来的话就天香弹一波周泰，没有弹主，此这来样的复话谁？小乔我这个寄打生于法啊，生与死，如也。不太像中了。我们这里注意，既丞然相开将局军没在人此。卖，那么索性自己旺系也不卖啊，加上自己手上呢人也都没有去过多死的一闪，边。即使卖一张给他的话，你也很难活下来。寄生。当然，现在好就好在这样伪装一波之后，你肯定是跳反了。国泰到时候看看会不会救啊？司马一族，所以第一其局这心边的可话是诛？小装一知波反人贼我啊。全诛，知遇人者何存？我们这边跟小乔应该从目前的还打法来侥看啊，幸都崖是俗偏未独反魂。的。国泰最后主攻还有吗？决斗硬上我们，对吧？所以这里最后啊，他这个直接决斗上我们，很明显的就是看我们不卖旺系。小乔锁锁连环，这里应该是反罪。哎呦，周泰最后结果跳了个忠诚啊，铁锁九杀左慈求逃，周泰还强行救了一下啊，时令啊，皇后矫诏杀小乔，这里最后那这里是反贼了啊，臣疑其可以转危为安，顺手转羊再来啊。左慈这里有点太话痨了啊！我这个每次啊，这个回放录像碰到左慈的时候，我就恨不得就单单的把他的那个台词给啃掉啊，这太烦人了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左慈这里复魂，结果还有一波发挥了。然而这里最后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怠慢主之视人，角李太典莽在这过里分。没被干啊，毕竟是跳反，所以你像这种情况。刚才没有装身份啊，整丞将体军在出现此，了一个正收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得刚才沃尔泰乔日南蛮放出日去，小整国体何时能一个南蛮先收左慈再说，对道吧？法先干了自他再然，说，后面顺手转羊。我这里贫呢，穷。可以丈八先拍出来，好排为序啊，情，强行收掉先小跳乔。一步，这杀个时小候乔于最后崖，再我来一待个裤裆。以德掏报大怨，弩啊，怨小怨恨，消恨结。但是国泰这里应人该来心说是可不太好带得走的啊，知能了？他有补以益，德你就报怨，看不走他。怨小哎，子，最后的话，这边杀也不够多了，强行勒布四手控一下国泰啊，赵云，国泰乔。那么我们毕竟啊，回了一血之后，手里一闪一逃啊，还算一个比较基本的防御。那么最后此时此刻啊，主公能够拿这样一个决斗。可能还要再放出一个万剑啊，呵呵，手里有一闪啊，本来以为他可能会补一到自己的。那么这一局你看啊，其实就是第一轮的装身份，保全了左慈的复魂啊，保全了自己，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冤冤然后相在这报，种何时能了？回合外装身份，回合内第一轮我就直接再跳回来啊，那让打一个反贼措手不及。对吧？至少手两反，勒布斯手控一个，瞬间啊，这一局应该就到手了。所以这一局整体呢，这个跳反问题不大，毕竟你旺系卖一张给主啊，收益不算特别大。场上还有国泰，你即使卖给他，自己手上的话也不太能活得下来，索性挑一个身份啊。所以这一局应该来说还可以啊，没有特别大的问题。我们来看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主视角在这边呢，倒是不太常见，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啊经常使用。主攻貂蝉，我们是一个三号位中程，最后选的是马娘白眉啊。那么马娘整体的技能点本啊，次一个不好点就在于邪目。
你达到的防御能力有的时候并不能完美的摸牌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开局的话，有人看南蛮，我们直接各种纳蛮，让我来啊。那么当然啊，这里纳蛮没有粘土，基本这些沙啊没有多大的作用，顶多跟邪母形成一个联动啊。夏侯霸这样跳的话，应该来说偏中内一点啊，伤人害己啊，直接坑了一下魏国。当然我们这里应该来说啊，开局他跳中，我们应该是比较跳反的打法。那么农民的话应该是跳了一个反贼，大师来来来，见面撸一半，最后开局啊，庄身份的弊处已经体现了，就是直接骗得大师一波小桃和酒。所以开局这里啊，一个小庄身份直接带一波小收益过牌啊。甄姬的话是乐了蔡文姬啊，锁锁重铸的国泰借刀杀人，那边乐不思蜀，吾之家婿也。嗯，最后这边啊，但是顺手，其实这个顺手会让人有点误解啊，觉得刀扫一下大师。那么整体其实我们现在看来的话，场上啊这反贼，行为是则。那么甄姬最后还忠诚了，但是他那个当时过拆的话没有拆蔡文姬那边啊，那边火攻继续刚啊，何人敢造次啊。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局残局已经形成了，大师我们手里有一酒，对吧，以大师送的酒啊，最后还邪目了一下。其实这个时候邪目稍微有一点点的早啊，你想想看啊，你毕竟万一到时候摸到粘土怎么办，对吧，这手里的沙还是先输出比较稳妥一点。当然啊，最后还是直接带走大师，轻轻松松啊，第一轮的小庄身份得得一个，这样看来是收益很大了，骗到桃和酒，然后的话是强行撸走了大师这个反贼人头。当然如果说稳妥一点的打法，你像大师那第一轮啊，我可以地盟啊，我没必要说强行给你大套师啊，对吧。所以的话大师这个打法偏激进一点，有的时候如果你选大师的话会要注意一下这些打法啊，毕竟大师你想啊，开局是偏反贼的一个身份，主视角马娘还在那边去铁锁他，所以这个打法都是有点问题的，应该来说要小心谨慎一点。为什么不锁主公呢，偏偏要锁你大师，对吧。所以我们现在接着看啊，那么看看夏侯霸会不不动了啊，不动了。那我们这里又有南蛮，但是主公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，让我来杀农民。哎，这里的话他运气还不太好啊，屯田各种姨妈，顺手撸夏侯一刀带下去啊，现在主公岌岌可危，就剩一血了。那虽然我们开局张身份拿到了大师的人头，但是现在主公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。哦哟，农民没有了，走。汝等小人竟诬我谋反。哎，木马可以保一下主公啊，但是啊，但是国泰可以换啊，所以这个木马的话冷静下来考虑应该不是特别好，国泰换回去，对吧。所以甄姬啊，刚才这一个木马其实不应该给出去啊。那么貂蝉藤甲，现在貂蝉主公其实开局忘了说了啊，像这个场上啊，女性武将选出来就是不给主公调戏的机会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基本就是对吧，可以从开局的武将选择上来稍微判断一下。那么这里国泰最后竟然断补一牌啊，也断闪了，轻轻松松被带走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看蔡文姬有没有属性啊，如果有属性主公说不定还跪了。蔡文姬怒送邪目，邪目最后来了一小发，还可以。不过这里我会有一个疑问啊，我们知道蔡文姬的墨制是按照给的那一张牌算的，所以应该是当成是黑沙吧，但是我们这里呢又是黑色牌的目标，所以他刚才那是红色牌这个整体，所以刚才第二次墨制啊没有算到邪目的作用里面。最后这边甄姬还来砍我们啊，这里来砍我们主要是觉得我们第一轮啊直接是跳了一个身份啊，
不过夏侯霸在这边，从目前这个角度上来讲啊，不管了，反正这两人真机来砍我们，还有可能是内奸啊。不管了，这两人反正都有可能八倍速啊。饶你不死啊！夏侯霸有挑衅，有神速啊，都可以。主公这个时候来砍我们控一刀，咆哮待一下，顺手。这最后啊，活捉内奸的时候啊，还多打了几分钟啊。虎攻，杀一刀，真击。不过现在有一点啊，不好的地方在于，真击如果是内奸的话，主公还要当心一下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尽量啊，最后还是夏侯霸内奸，不管了。暴戾之气，伤人害己。好，这一局啊，整体应该来说，开局一个就是一个小铁锁啊，装了一下身份啊。其实这个小铁锁，明眼人看的话，仔细想想，为什么会锁大事啊？应该来说，这个身份装的并不是特别那个，而且从正面角度讲，我杀一刀夏侯霸是送他技能啊，所以的话，大事啊，那一波耗是一逃一九，打得太激进了。好，这是第二局的马娘。技能倒是，马娘的技能这里倒是没有多少体现啊，就是一个装身份。第三局我们来看一看，第三局这边呢，整体啊很乱了啊。我记得好像是审稿的时候看，记得是有点乱的啊。我们主视角这边是将计就计，主攻苟货。那么苟货的话，场上也没有一些体力流失的武将啊。张飞这么敬畏可能偏反一点，刘成倒是可以跟主公啊打打输出，打打劫命的一些配合，毕竟直接全扔出去就劫命啊，可以大配合一波。命系元氏，命之行。我们这边直接掉血，这边刘成的话开南蛮啊可能偏中一点了，加上我们刚才说的他开牌之后给，比如说明跳忠臣啊，可以跟主公刷一波牌。这里左子又开 A， 又偏忠臣一点，过个寨叫盲拆，我们又盲火攻。不过整体他这样打啊，可能会偏内奸。教授八卦不动，过旁远位啊，菜刀看一看怎么打。结果人家跳反，跳反了九杀。那么这里注意呢，我们九杀啊是直接闪掉啊，没有送这个人头。那么那边魏延带一下，直接无中生有，捡一挂起。最后的话注意啊，我们开局他来杀我们，我们就强行装了个忠臣，这个打法呢待会儿再看吧。主公这边去杀了一下刘成，张飞替身一波，那边过河拆桥又去打魏延了啊。战爵带一下，魏延有点可惜了啊，血线都没用起来，就这么给磕磕了。左慈啊，绝笨是很克郭庞了啊。教授挂上青钢剑，速机制。这里又继续拿队友去坑人啊。那我们刚才设伏的是设伏的一杀，这一下魏延是没有办法了。不过我们有奔摸牌，不算特别亏。现在我们在他们眼里看来就是忠臣啊。决斗强行骚了一下刘成，但是我们这里骚刘成的话应该有点跳内的意思啊，在别人眼里看来啊。结果呢最后张飞这里跳中了，那么应该来说啊，技能啊，不是技能啊，将面比较明朗了。刘成最后再来刚我们啊，那边忠臣也在救，左慈刚才又要保我们，我们刚才又去打刘成，主公也打了刘成，在别人看来他开 AOE 啊，这里啊前三位啊打的都有点问题。最后教授索索连环，郭庞和我们啊，看一看，大家看一看，刘成最后结果是个反啊，所以这里坑爹了。教授打了一下左慈，郭庞继续。结果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左慈到时候继续绝笨。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忠臣身份啊，在主公看来，神桃园一开，
当然啊，这里注意，我们这个无懈的话强行继续跳钟啊，继续跳钟。那么现在张飞刚才是保过刘成的，结果呢这个时候开了一个南埋，我们继续奔玉发挥一下治兵之战休养生息。桃子，我们射伏应该是射的桃了啊，是无用之人死。嗯，但是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强行送了麦队友啊，麦队友、教授木马走出、继续杀我们有酒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边又是摸两张，可是这两张废牌呀、废牌顺手转羊拿手牌啊，最后的话是杀了一刀张飞挂上藤甲继续射伏吗？这一下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刚才我们伏兵里面应该是桃子啊，现在主公呢是直接把张飞当成了反贼去打啊，各种刀。反正这一局身份我们到最后再看啊，到最后再看。张飞打教授，最后这一波呢应该来说想配合的，结果主公硬补我们这个鸣钟啊，我们加引号的鸣钟啊。那边左慈继续吃桃扒反贼。这个尴尬了，剑出尽忠于国皆为幻象。教授没有办法了，怎可有勇无谋。那么最后这里注意啊，魏延强行开个大招，也不看看那么可以杀两刀吧，一心向北不容易杀主了，这边选择强行撸主，最后的话 保自己再来一刀，这样就结束了啊。我们这里拿个桃子，不过呢我们待会儿再说啊，待会儿乐不思蜀空一下桃子，我们设伏还是不管了。那么这个时候闪电过了，最后顺手转羊一张九杀强行撸走。那么最后这里呢要说一点是什么呢，刚才啊，刚才我们那个五谷拿的是桃没有拿酒啊，我们射伏呢是射的桃子，所以如果从最后你已经想好了要去偷主的话，最后这个时刻呢应该来说啊，你是要去那个的，你应该是拿桃拿酒让主拿桃，毕竟你的射伏可以用一下，这样的话你可以保证这个酒啊，让他很亏啊，对吧？所以你最后还让主公用了一酒啊，当然我们顺手也一酒。最后那边教授还是内奸啊，左慈忠臣，所以这一局啊整体身份比较混乱，教授是被强行绑架跳反贼啊，所以这一局装身份啊导致了全场混乱。当然前面的像刘成啊打得太呵呵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主公孙奔，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民忠啊，不是民忠啊，忠臣苟货，苟货跟孙奔打起来有的时候可以发挥啊。那么上来主公就顺手，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。当然陆神的话在孙奔局可中可反可内啊都不错。那我们远卫直接去虎吞囊打了一下司马，最后注意啊，这一刀就开始装身份了啊。虽然我们是开局忙一下，但是呢这边啊最后是带了一下主公一刀。那么最后的话既然我们跳反，黄盖这里是跳中了，这一局的格局啊跟刚才的那个这主视角又开始坑爹了啊。那个刚才啊有一局我们是马娘装身份啊，这边也是后卫的一个大师啊，反贼给了一波，这一局同样如此，也是大师啊，反贼直接耗时给你牌。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呢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刚才一局马良局跟这一局的大师的打法都会有一些问题。你大师保守一点，我直接换主公啊，我把主公的牌换给你，对吧？我就是不需要自己耗时强行给一波，损失也是损失的主公，到时候你即使是忠臣，对于反贼而言不会啊太亏啊，不会太亏。那么伏完的话开局刚才是一波 AOE 开出来，然后搞得凝统啊，这个是那么注意这里的话我们最后是装身
完全跳回来了啊，完全跳回来了。那么这里是直接啊，去骨吞狼买一波血啊。不过刚才是两个圈底儿，买一波血给黄盖，最后五分灯一开，拿了借刀杀人。借刀的话可以考虑灌石啊，因为这里的话灌石啊还是有点牛逼的啊，九杀在手，这里也没有动大师，强行撸鹿神啊，你要浪那就让你弄个痛快啊。不过他刚才手里没杀啊，所以他那个千顺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一个勒布斯鲁控住大师，希望黄盖这个时候能够打出优势啊。火攻，能带一血，无懈的话没有浪打，但这边有司马啊，这个八卦在这边就没有办法了。最后一刀红杀，一刀决斗，所以刚才他这边先拿普通杀去杀八卦啊，不是打的不是特别好。应该来说啊，你有一刀红杀一个决斗直接带走拉倒啊，打那么复杂干嘛呢？最后复盘这是内奸吗感觉啊。主攻刚呗，刚到两血也不虚啊。那么最后这边当然我们没有人可以拼点了，可以强行火攻自己卖一波劫命，这个打的倒没有问题啊，啊卖给了黄盖都可以，卖主卖黄盖都行啊。啊，不过最后注意啊，这是一个联动，先火攻卖黄盖，最后驱虎啊，再卖一波给孙奔，这个排序还可以了。那么黄盖的话，反正释放小宇宙啊，去吧小盖盖啊。那么下次注意点，粘弄丢了决斗想坑，想让我们强行卖，但是主视角这里算了啊，这里就不评价了啊，不评价了。那么这一刀火杀带下来，最后的话反正是贵了啊，反正是贵了。那么所以这一局的话整体啊就可以分析一波了，最后就主攻跟司马的一个单挑。那么其实啊这里跟司马单挑应该还是不太怂的啊，不过这个嘉义啊，嘉义挂的不是特别好了，嗯，如果想办法到时候他有反馈啊什么的，韩冰应该留啊，这韩冰怎么能弃呢？好，觉醒了，最后司马这里打的有问题。然后这一局也是一个开局啊，小庄一个就是一刀普装的杀，杀一刀主攻装一波身份，大师那边强行啊耗时换一波牌。但是开局注意啊，有一点小风险在于后卫啊紧跟着我们其后的应该黄盖那一波啊，还好输出不大，如果他的输出够大的话，我们这个装身份就失败了，对吧，就负收益了。所以在这种有的时候前卫装身份要看后卫队友和反贼的位置啊，所以这一局整体开局啊运气还算好啊，黄盖的话那边并没有带出多大节奏，这边最后是内奸了啊。刚才我还没注意啊，这边是内奸伏案式忠诚啊，所以我们最后也没有卖他。刚才看错了，这边啊，这边就不卖了，他内奸啊。最后这边主攻反正优势是越来越大了，对吧？觉醒之后，小霸王的单挑能力还是过牌啊。控牌对面应该来说都不太好打了。嗯，好，那么今天这四局装身份的局啊就基本是这样了，嗯，比较大家去评论一下吧。最后我们就这样了，嗯，谢谢大家。